离婚后第四次见面，美女，现在找我干啥呀？是不是找我借钱呀？那个，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呀？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爸妈来杭州了，这不是两个多月没见你了吗？这次过来专程来见见你。云想，当初我知道是我妈不好，各种为难你，还经常惹你生气。自从我们离婚之后呢，我确实跟我妈也聊了很多。我心里知道，有的时候是我妈做的不好，不该对自己的儿媳妇这样。但是，一边是我妈，一边是我老婆，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但我妈前两天跟我说，她确实知道自己做的太过分了。也改过自新了，所以这次来杭州就是专程来找你，然后跟你当面赔个不是了。想见见你嘛，但是我很感激他现在能够理解我当时的一个状态，而且毕竟在一起两年了，也有感情了。对呀，我早就原谅他了，我也没有生气了。那个云溪，这是我妈从千岛湖老家给你带的鱼干，我妈知道你爱吃鱼，所以说好像还是我挺喜欢吃的那一个。对啊，你可以在锅里煮着腊肉一起吃。对啊，那你可以见见我妈吗？那到时候我见你妈就好了，见就不见了。哎，云。